昆明宣言是一个政治宣言，我们不是就一项缔约方的会议的决议进行磋商，相反，我们希望宣言为相关磋商进程提供政治推动力，它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我还要强调，这一宣言完全遵循了我们在坎昆和沙姆沙伊赫通过相关宣言时所采用的程序。我感谢所有人对中方的支持和帮助，我想这一声明将释放出强有力的信号，向世界展现我们解决生物多样性丧失问题的决心，并展示出我们将在本次高级别会议中所讨论的议题上采取更加有力的行动。现在让我们通过昆明宣言，大家没有意见吗？我看没有意见，现在我宣布昆明宣言通过。